就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吧。各位有看到画面吗？画面应该 OK 吧，而且好像蛮大声的，我把声音调一下，调小声一点。我感觉还是很大声，再调一下，调个30。好，大致上这样子。有手机版吗？这游戏有手机版，这就是从手机版那边延伸过来的。RPC 有在卖啊，手机版要不要钱？不知道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啦。Go。Rusty Lake, Spring, 1860. 锈湖年春。James Van Der Boom arrived at. 重点是他还有中文，所以说我觉得还不错。叔叔离奇的死亡。James was his uncle's only heir.He had no idea of the events that changed his life. James 是唯一的继承人啊，是他叔叔死掉，所以他来嘛。啊，拖动来向的什么东西？点击箭头往后退，箭头，哎，怎么倒在地上啦？我有密码，拖动数字。密码多少？987，好，不可能的事情哦。它这个上面跟下面可以按那个箭头，可以知道要干嘛。点击一位人物来进行互动。嗨，有一封信在这里，点击文字来阅读。很不幸的，你的叔叔去世了。啊、哦。他在房子里面留下了一颗特别的种子。这颗种子，种下这颗种子属于你自己的家庭。572。啊，他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的难过，我觉得。426。还好啊，越大声越好，主要是两头麦克风可能要小声一点。小声一点，麦克风哦。这样子应该还可以。我稍微调小一点，然后把声音拉大一点好了，35好了，40，好，哎、欸，哦，想要怎么反而没声音了？还好，声音还 OK， 再调整一下好了，把它拉到50，刚刚是多少啊？我都没看到了，572。572是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自己带的皮箱是有什么东西啊？12，老婆，你今天几点起来？老公，我不知道，老公。可是老婆现在很想睡觉。哦，我已经开了啊。哎呦，这什么、啊？一棵树骨头？为什么有个骨头在里头啊？是他叔叔的骨头吗？啊，这是干嘛？哦，种子，寂寞库。啊，这个可以干嘛？转。哦，还要往下，再拉，拉出一颗头。哦，那吓死人，恐怖游戏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这？这是八哥，欸，不是八哥吧？沙皮狗，哎呀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 ，so happy！ 来来，给你吃骨头，来，乖 doggy！ 啊，开始挖土，要把骨头藏进去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等一下，你踢了那个土之后，哦，种子种进去，哎呀，我多聪明啊！水壶。耶、yeah, ，这个我会放进去。哎 ，so easy。因为老头潮流的发型，住在乡村的阿公阿嬷都这样剪，这是假的。那还蛮潮的啊，是不是？老头，你设计师帮你设计这颗头，每剪一次都年轻十岁，真的假的？啊，那我可能就变八岁了。我觉得浇水，哎呦，可以再浇吗？再浇，哎、欸，只能浇两次啊。
怎么了？悼念，哀悼，哀悼。啊？哦，会延伸，换第二个了是吧？1860年，房子就是好像说这个他来到这边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，然后很久了。哦，可能已经到了春天啊，冬天还是夏天？干嘛？举手发问吗？他想要拿东西呢，还要看着我这样子，我拿不到啊！椅子上，椅子送你啊！啊，不是送你了吗？对嘛？还拿不到啊？那就怪你老爸生你这么矮啊！看我嘞！这是什么？很小、啊。这是恐怖游戏还是？这是恐怖游戏吗？密室逃脱解谜，唯恐怖的成分。啊，我好像瞬间懂了什么。啊，可以随便塞一颗在里面。要死我！然后这是传说中的杰克与魔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安安你好，怕，怕 JPG。这样，这虫子可以捡啊？也太好找了吧！找到一颗钻石。你以为是美江姐是不是？今年是五倍啊！今年是五倍，我都忘了送一颗虫给你。哦。树枝，很简单啊，树枝送他、啊，戳，有，注意哦，啊，把它戳下来要干嘛？重点，一颗蛋，给你吃草，闭嘴，哦，最好是哈。这根本就是乱硬塞一个东西在这个鸟巢里面啊，毫无逻辑可言的解谜，非常好。反正呢，把它装进去就对了。开，我终于进来了。好，又往上了。点击这棵树，让它上去。啊，它右边有分关卡，那个现在我们到了2而已，它总共33的样子哎、欸。数数。哦，进入了夏天了。哎呀，感觉好恐怖哦！他叔叔的房子感觉充满了吊诡的气氛。我看过这游戏结局很怪，真的吗？为什么连我的视讯人也变透明了？啪！我变透明了。等我一下。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。好，这样好多了，不再是透明的。嗯，这干嘛？嗯？解不开。哎、欸，歪掉了、欸。不再动了。时间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时间是几点啊。他叔叔的房间好恐怖哦，我觉得有鬼，有鬼在里面。那这是他叔叔，是吗？呜，一颗钥匙啊、一只钥匙，上面这个有没有心脏、脚、毛发、眼睛？这是什么？指甲、血液啊，这有两个，好像血液，眼睛。啊，这个是脑袋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，没关系，反正呢，我们有钥匙啊，就开看看吧。嗯，不是用来开这个的、啊，那是不是用来开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不懂。这个解谜，哎呦，啊你怎么在这里？
我们看他要干嘛。火，你想要生火是吧？来，我们没有生火的东西。哦，有火柴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开了？哦，然后最后一个应该就是要这个钥匙啊，斧头。哦，拿斧头把你劈了，想太多了，不然就是拿斧头把它弄掉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啦，斧头帮架，水。这明明是恐怖游戏，我觉得还蛮恐怖的。安安，你们好，这啥牛逼游戏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密室逃脱解谜都做得还不错。可以 让我就是增加智慧哇！看点燃之后呢，得到一把新的钥匙啊，有火了，表示愉悦，想起了他的阿纳达。你有考虑到单身狗的感受吗？你没有？为什么都是血？这个我就知道怎么解的嘛，对不对？左上、中下。左二右下，好，我会。是不是？这什么东西？怎么按它都是8:25分哎、欸？那我大概知道怎么解了。好。哦、目前为止都没卡关，非常好，都没有卡关的迹象。我们来转一下闹钟，不是闹钟，哦，时钟。这里有，嗯，哎呦，哈哈哈，哎，哎呦，哎呦呀，大叔你怎么了？我怎么要给我看乳头？他叔叔是变态吗？把，然后他还睡得这么安详。等下这游戏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？What the hell？ 守天使。今天直播不玩游戏，老头明天会玩直播玩完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哪一国游戏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尸体藏在这里面，而且还要看他的奶头。这是干嘛、啊？拿心脏？等一下，这根本不是密室逃脱解谜吧？这是在乱七八糟吧？还从他嘴巴出现是怎么回事啊？笑死了！这也太无厘头了吧？这到底是想要表达是什么？把心脏丢进去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然后呢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，继续。我觉得这可以玩很久、哦。有两边可以让你选，你要选哪一个啊？选左边这个好了。寻找爱 ，Mary， 我爱你。嗯，没东西啊。I love you, Mary。手帕，给你擦嘴。嗯，他问：“爱是什么？什么又叫做爱呢？亦或者还是爱是虚的呢？”啊，好了，不要再放闪了，王八蛋！弄个带刺的玫瑰刺死你们！哎、欸，这个树长大了、欸。哦，送我一根羽毛。
他把钥匙给踩住了。好哦，还有什么可以动？这边拉不过去了。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要唱歌给你听。好，然后呢，羽毛拿来写字，写啊，怎样？词穷了是不是？嗯，花好香啊。是怎样？想想爱爱的事情，想到流鼻血是不是？啊，Anada，你流鼻血了，我来帮你擦一下。这种事情现在不方便想这么多，我们晚上再好好的想一遍，好吗？血，我们再叠我一下。啊，Will you marry me？就是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情书，用你的血写情书。嗯，我愿意。嗯，花轮，哇塞哦，哇，靠，彼此这么的靠近，就是怎样？又要想到奶头了，是不是？还是他想要结婚戒指？不知道流什么鼻血啊？这游戏到底在玩什么？哎，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了，有一只虫虫啊，咱们的乌鸦最爱虫虫了，是不是？拿去，可以滚了吧？乖，钥匙给我，谢谢。然后钥匙点进去，哦呦呀，要许哦！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人的手啊？夸张，猎奇，还蛮猎奇的，我觉得。结婚了啊！我的心被穿了一箭，恋爱了，Mary。好了，我们可以碰右边的东西啊。老头好玩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哎。他表达的意思应该是爱我吗？这游戏是解谜，但不是逃脱。对，好像真的不是逃脱的游戏，纯粹都变成解谜去了。啊，这边有两个，我要先看右边这一个楼梯。等一下，我长胡子了，我老了。哦，我到底看的什么黑人问号？好笑。吃完饭了哦，啊，我吃饱了，谢谢。华语名叫秀湖系列吧。Lost 什么？Lucky？哎、欸，不，不是 Lucky，那怎么念啊？我不会念哎、欸。那个英文名就是在我刚刚在那个标题上面打的直播标题，然后那个中文就叫秀石吧，秀湖啦，秀湖根源啦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这种解谜视力要好一点，是逃脱情商游戏，真的假的？好。我们现在呢，再继续。现在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后面好像越来越难了。哦，我看懂了，这个是这样吗？嗯，哦哦哦，可是好奇怪的是，啊，我要自己转过来看啊。它的这个标记是上方哦，所以是下面。月亮嘛，然后左下跟右上各一个。哎，不对啊，那其他的怎么办？啊，其他都是一个点，是不是？有吗？嗯，不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没有错啊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他干嘛。今晚想要过山洞，
可是老婆不在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你就需要 R20 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够不港啊？他的要先看他的是吧？好，我要怎么取消？再看一次。对啊，它只有这样子比圆圈、圆圈、月亮哦，是慢慢拼凑的啦。哎呀，洗衣吧。所以这个也是月亮，这样吗？然后这怎么解？还要解三道题目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还可以解这样一直线啊，哎、欸，很酷哦。这个第一道 B 道先解好了，这样子吗？把它接上来，啊，这个再往下接，这个再往这边接，哇，死路一条。这样子，对不对啊？哇，卡住了，没有玩传说了，不好意思。对吼，我忘记了那个订阅通知。订阅通知有吗？我试一下。哦，有有有，好险好险！继续。另一个好像是 hotel， 对啊，可是另外一个没有中文啊，所以我就怕玩不太起来，所以说我就暂时先打住了。哇，这个他这个怎么解？他这无解啊！这本书应该要先在最右边，然后这应该要放这样吧？对，对啊，这个是只有一个啊，怎么放都不对、欸，是不是少了什么啊？这边两个接一个，这个可能变成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也是有少啊，哎，长短缺嘞，缺这么大，先去别的地方看看好了，看有没有其他线索之类的。哦，有一座城堡，看这个没意义啊。这幅画，你看又可以把它撕下来了。好、哦，这个头要歪掉，这个月亮这边又一个月亮了，是这个月亮吧 ？Yes， 这干嘛？望向远方。哦，这个是那个顺序啊，兔子、乌鸦、猪、老鹰，是吗？老鹰、兔子、乌鸦、猪、老鹰、鹿、鸟。啊、哦，兔子，然后乌鸦、猪，再做一个，这样子。这样子 ，yes， 水解了一个。老头两边是平的，没有接到底。对啊，就这两边是平的啊，因为他这个不可能再接到别地方去了嘛。那我们可以试试看用这个，然后用别的方式做嘛。诶、欸，我随便按的哦，哈哈哈。抱歉，哥随便按的，莫名其妙成功了。然后我看看他这边有一个符号，等一下应该是要拼这个符号出来吧？这个也太难了吧！这个符号，我自己拿笔手写画一画比较
还比较 OK 一点呢。是这样吗？嘟嘟嘟嘟嘟嘟。哎，这个像是这个就没根据啦、啊。这个根据是要看哪里啊？好像看这里也不对哎，怎么看都一样啊。边分一半，右边分一半，十字架放中间啊、哦，那就可能就会变这个样子。如果是说这样子的话，哎，这样也不对啊，因为只有这一块是咖啡色的。啊，哎，干三小，好吧，莫名其妙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一直在纠结这一块。这一块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触碰到的，然后我纠结是纠结这一点，结果居然把三角形放中间就解开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管了，我有暗门开了、欸，超酷的。你还在想山洞吗？哦，还是在想他老婆的山洞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结束了。呜。又长出来了，我们先解这边啊，另外一边再说。分娩要生小孩了吗？1867年，事隔七年怀孕了，为什么奶瓶要锁起来呢？哇，一次生三个小孩是吧？都觉得你会一次生三个小孩，肚子饿要吃饭。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子放那个书本。好，我是赛道的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、啊。分娩，不是念分娩吗？哎、欸，怎么又是你？哎、欸，你是那一只狗狗？七年之后你肚子变大了哦。不能拿哦。可恶，你一定是要狗骨头。这是什么？三个小孩子。哎、欸，都是一样的啊。可是好像啊，三胞胎是吧？三胞胎花，这个什么？两点三分还是四分？然后时间点都一样哎、欸。有剪刀，他是准备要生小孩子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有汤匙。我觉得那只狗再帅一点，就像老头了，真的吗？分完，啊，老头不理我了。对啊，我不想理你了。请问炒饭分碗装吗？好吃。啊，我已经吃饱了。这是什么？把它剪掉，我还真的嘞。哦，这个我知道。哎呦，流血呢哦，没办法接，没办法接，就要看出去了吗？我们没有望远镜，还是我们拿汤匙敲他的头？妈的，快把钥匙交出来！我们再看刚刚那个好了，我有这个，我有植物，这植物用在哪里呢？植物放进去，放也磨成粉，汤匙捞，有出生药水的勺子，出生药水来给你吃，生小孩了，哎呀。大婶，这样不行啊！你是有老公的人了。哇，你也太……你的小 baby 这么的骨溜，说出来就出来。哎，恭喜你啊！你的小 baby 重点是没有血啊，也太好生了吧！哈哈哈哈！
再生一个。拿去拿去，也太好笑了吧！哇哦，胎盘，哇，变瘦了耶，要喝奶奶了。可恶，我们这个奶奶的这个东西锁起来了，吵死啦！哎，可以给我吗？我给你吃胎盘。哎呀，要求哦，吃胎盘，好吧，我不理解，狗吃胎盘。我们有三罐，不用想了，我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。我天啊，这是酒吧？你给小孩子喝酒？那怎么不能放了？那只能装一罐了、啊，有酒的瓶子。哎，不行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像只有固定一个喝酒，是不是？这家伙是喝红色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有分颜色，最左边那一个啊，爱喝酒的，爱喝酒的小孩，给你。拿去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乖。好、哦，他不喝是不是？那你，来来来，现在天气很冷，多喝一点。大家都不喝酒，给你啊，你自己喝啊。奇怪，白色是什么？你想知道吗？我可以晚点再告诉你。啊、哦，双鱼水。这样子小孩子还活得了吗？室友是有没有这么的刻苦要装雨水啊？白色的，给你吗？哎、欸，给我一点白色的东西啊！不要睡了。啊，白，啊、还有这个什么颜色？蓝色，另外一个怎么弄出来啊？是要给你吗？来，哇！你有奶的瓶子，瞬间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依颜色顺序。啊，有杂毛的是要喝普通的水，然后中间一刀的啊，好像被砍的这个是要红色的，很正常的就喝奶水，好吧？这些宝宝真的是很厉害，被砍的喝这个。有毛的，有毛的喝这个，过关，笑死！哦，生出来了，好，我们就玩之前刚刚没解这个分支吧。哎、欸，这个游戏可以玩很久哎、欸，它到33年，我们才67而已。这游戏也太诡异了，超诡异的好不好？原来是魔术师妈妈，是啊，有毛的好像小老头，真的吗？我的孩子，生与死的灵丹妙药，1870年，过了十年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瓶子，就这个啊，等一下。这个感觉要加来加去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、五啊！我们看不懂，完全看没有。完了，这关感觉超难的，这关到底是要解什么？它这个符号，它这个符号，这个我看过，这个是之前在那本书上面的，这个就没看过了。哎、欸，又是你哎，嗨，你好，麦叉，不是这只狗啊？哎、欸，这个不会帮我翻译啊、哦？所以说，看一下知道怎么解。
一跟二是这个嘛，那后面这都是问号了。算了，我随便加好了，不管了。赞哦！会不会被毒死啊？没有反应欸，他现在要做这个药水，长生不老药水，用自己重量比较其他瓶子的重量吧？重量吗？一二。啊、可是他现在 LBS 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时候在直播吃个教条？之后吧，我觉得再过几天他出新的试炼，我就会开上来了。磅数的意思哦。所以说这个是一磅，这是两磅，是不是？电灯上面好像有东西。没有，电灯不能按。那我们再回来这个地方好了。哇，严重卡关，卡很大。欸，可以放欸。原来这是可以放的哦。可是它这个加法是不是可以重复使用啊？因为你看，如果说是四磅的话，是不是二加二就点两滴就好了、啊？对不对？就点两滴就好了，就不用那么麻烦配来配去的。然后你看这个五的话，我这个可以滴两滴，然后这个滴一滴不就五了？可以这样搞吗？加在这里，现在这样这个是三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加根点啊，不是圈根点啊。现在是三，那这个就是三了嘛，这是重量三嘛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要知道四嘛，加是一嘛，这样就是四了。对不对？这样就是四啊。波浪跟逗点是四啊。波浪跟逗点是四啊。所以说这个是三。三再加三。这个是六。是六点。一加二等于三，聊天室各种崩溃。波浪的跟加才是四，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就这个波浪这个是三点啊，再加这个加，所以是四磅，所以说四磅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要知道这个是三了，确定了。那我们现在知道圈是多重，放个三，它比较高一点诶，那这个应该是五吧？这个可能就是五啦、啊。我们现在是诶不对，我们这样是六诶，靠背啊。六的话，我们把点拿下来，变成四点，四点就稍微重了一点，这该不会就是五吧？这是四，叉叉是四，这是五，是五，所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对啊，这是三啊，这是五啊，这是四啊，啊，这是四啊，靠背啊，三，三是这个啊，三，四，五，哦，有了，耶，长生不老，好了，我要长生不老了。妈的，拿去给你喝啦！为什么要滴在狗身上呢？看这解谜的狗的，我头好痛啊，只差我没气炸而已。拿去，给狗喝看看，看狗会不会长生不老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变成超级赛亚人了。换我喝。嗯。死掉了，死去啊！狗喝了没事，人喝了有事。啊，这样也过了，都算你行。没有，后来想到就是蹭出来之后，他其他的地方就是单位都已经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数字了，就直接滴下去就对了啊。他不能用加法的，他是加一次为一次的单位啊，不能说你要加两次药水等于变成是四，不行，他就只能4次各一瓶。我刚才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去理解这个逻辑，我的天啊，孩子的游戏，他们都长大了，喝酒的是哪一个？这个是可以喝酒的，Albert。啊、哦，还有这个什么，威念，三个小孩子，哦，他们长大了，啊、哦，莫名其妙捡到弹珠，又捡到了瓶盖，哎，你手上拿什么啊？瓶盖，我们要抓蝴蝶，为什么要抓蝴蝶呢？蝴蝶很可爱啊，我们可能要拿弹珠把它射下来吧。干嘛对我眨眼？你要这个啊，给你。好了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你需要绳子。这里哪里有什么绳子啊？哦，头戴拿下来。哇，就这样子给它拿下来了。给你弹珠。这。啊！蝴蝶飞了，我是不是射错什么？蝴蝶飞到头上，快点把它盖起来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它会飞下去。我理嘞，好，行，抓到了。你要蝴蝶干嘛？做标本呢？狗原来是嗜赌的，结果狗没死，它老爸挂了。因为狗不能吃，狗吃那个对他们是免疫吗？的确是脑力激荡的游戏，对啊。好，我们要现在开始射一下这个蜂巢，哈哈哈哈！哎，我是要射蜂巢，不是射你的头啊，射你哦，嘿嘿嘿嘿。为什么都不动啊？干死！在干嘛？推来推去的游戏。你猜是八七，你猜是呢？好了，有了，再把它射下来嘛，然后它可能就挂掉了。再一次。哎呀，怎么每次都没点到？啊！他要死了！哎呦，要许，哦呦，乌鸦大哥，可怜的孩子，他们的生命充满痛苦，但是他们的遗产会很重要。啊，结束了，这算蛮简单的，哦，又延伸上去了，乌鸦大哥。
守灵人啊，老爸挂了，老爸为了长生不老死了。老爸，让我再见您最后一面了。啊，让我再见您最后一面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搞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大概知道这个要怎么解了。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哎，哎，放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啊，它这边有它那个形状啦。哎呀，到底，嘟嘟嘟，嘟嘟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是弄错了，这样子，也不对啊。这样子吗？这就不能放哦。又回来了。小拇指可以套吗？不行。明明就是可以先加减套一下的，不给套，在那边真的是很故意呢。尴尬，最多只能套三个手指。好，我们重来。啊，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。这个，哎，都不对啊！它不是要加进去的、啊，它最多只能三根。好，成功了吗？还蛮帅的，他这样戴还蛮帅的，我觉得。符号是有出来啊。还是说要戴在食指上面才算数？感觉是要戴在食指上哦。哇，弄不出来了，移到食指。锈狐系列另外一款才有动物吧？原来你们都知道锈狐哦，我完全不知道这款游戏呢，这周才知道的。嘟嘟嘟嘟，嘟嘟嘟，有，结束 ，nice， 还来啊？你都人都死了就死了，你在那边玩这个东西？啊、你可以套小拇指吗？啊，人人不死一死，在那边玩这个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直接这样子腾空放出来？哎 ，What the hell？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有关系。放不过去，啊！我天啊！来，要么就一次，我必须要把它放出来才行。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再下去，哎呀，卡住了，这个小坏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来，
哎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搞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颗嘞，这颗去哪里了？哎，破图啦！哦，果然是有点稍微出问题了。好，莫名其妙过了，换手。不相信？目睭？啊，你的目睭哪会伫咧马肚呢？啊，我怎么会磕眼睛？阿爸，你那死啊，足歹看诶，目睭都无去啊，囥遮硬币。这款系列有很多游戏，有很多系列，而且剧情有点诡异。对啊，这个系列还蛮多的欸，我网络上看有，而且大多数都是免费的。啊，这个要怎么解？哎呦，把它弄成动物就对了，成功了，我超强，虽然不知道怎么用的。哦，这是要放一个东西在里面。我们上次放心脏嘛，它这好多东西要放哦。好，那这个呢？哦，要来拼凑凑了是吧？谁会知道这拼哪里啊？放这里。对，是这个是上面。一个吗？这里。哇，都没有那么简单哦。他后面这个哦，有时候后面这不给我拿嘞，貌似是肩膀的样子，对，这是肩膀。平台有哎，注意哦，放这里有，哎呀，渐渐明朗化了，可以。这个啦，然后雕像，为什么它没有办法放正啊？啊，没关系，它要斜的也是没差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一个头，哎，给我放啊！呀，把揪，嘿嘿嘿嘿，好恐怖啊！这个可以解吗？不行。单眼少年，单眼爸爸，这是 UBI 做的游戏，真的假的？UBI 做这个？爱柠檬安安，各位早。真的，看老头动脑筋，心很累。不会啦，对不对？你们会觉得啊，干，老头笨死了。还是我比较聪明，可以直接放血吗？不行。哎、欸，这样我们少一颗眼睛呢、欸，我们少一颗眼睛呢、欸，要怎么做？这里没任何东西啦、啊。放钱在你身上吗？好，太扯了，好了，啊，吐一颗眼睛出来，真有你的，啊，这说明他老爸死都要钱的意思吗？赞，好了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吗？看来是没有的，
哦，这下面一把刀要砍他老爸吗？砍他老爸，把东西取出来，舌头。哦，原来那个是舌头，我一直看不懂这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舌头放在这个容器里面。好，这边就结束了。也太好玩了吧，这个游戏，点来点去游戏真的是好玩。钱币是不是放死者双眼？的确是。太久没有脑力激荡了，这是什么啊？收集全部的牺牲。我们有心脏啊，我们还有这个。原来这是收集品啊！哇，我们现在往上了，这应该是他们的小孩长大了。